黄晓明、郑爽、杜淳之后，一月六号，旋风孝子关薇娟再公布了一位携父上节目的嘉宾。没错，他就是曾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凭借出色的带娃功力圈粉无数的音乐男神曹格。从关薇娟曝光的照片来看，曹爸爸一身运动装，精神矍铄，面色红润，花白胡子更是神似黄秋生，堪称郑爽爸爸之后娱乐圈第二位潮爸。而曹格身穿背带裤，背着双肩包，歪戴棒球帽，被父亲用绳子牵行时面露懵懂表情。哎，这样的装扮造型怪不得被网友调侃是黄三岁。虽然从照片中看曹格和父亲关系融洽，但其实曹格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异，各自再婚，他幼时也极少得到父亲的关爱。而旋风孝子作为一档情感真人秀，竟让曹格与父亲回到他们的老家故居，共同生活六天五夜，他们将有哪些感情碰撞，亲情又能否历时多年仍旧历久弥新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薯条爸爸和薯条爷爷在节目中的表现。报道。